就算你今天赢了又怎样？毛玲玲不会因此喜欢你。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，他们之间有特别的牵绊啊。但是可不可以请你不要一直多管闲事啊？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，到底是干你什么事？我们老师廖小鹤。金小帅，金小帅，金小帅。喂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一大早就要睡觉啊？你怎么了吗？昨天晚上没睡好。阿爸，你有拿快递？老婆，真。我操！快点消，今天怎么准？来了，这边呢？小帅，我听郑明威说，你跟他又在打赌断考成绩，所以你昨晚都在熬夜看书，没有睡觉。上次断考我只赢他一分而已，这次一定要赢他多一点，这样子玲玲才会。金小帅。你就不要再介入郑明威跟毛玲玲之间了。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，他们之间有特别的牵绊啊。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打破啊。我就是不想输郑明威嘛，不管是成绩还是玲玲。你到底在坚持什么啊？打这种没有意义的赌注。就算你今天赢了又怎样？毛玲玲不会因此喜欢你，更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理郑明威啊。所以你的坚持根本就是毫无意义。何以美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只是想好。你不支持我没有关系，但是可不可以请你不要一直多管闲事啊？奇怪，我跟你就只是同学啊，你干嘛一直缠着我？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，到底是干你什么事啊？好，是我鸡婆，对不起，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管了。